Life 生好康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anice。 天气潮湿就很容易过敏，衣服会晒不干，台北人应该都有同样的困扰吧，但还是要洗啊，就还是一样晒不干啊。没关系，跟我有一样困扰的朋友们，今天我要来推荐你们三星智慧家电干衣机、洗衣机，还有很厉害超新潮的电子衣橱哦。 AI 衣管家电子衣橱它厉害在哪里？它有除菌、除臭、除尘，外形真的很高级耶，我真的觉得很适合就是精致生活的大家。我觉得像那种大衣啊、皮衣、外套什么的就很适合，像下面这边这个是可以拆的哦，然后可以收在这个旁边。这个衣架它有除菌除皱的功能嘛，它其实气流会从这边导进去的，它是可以放在玄关那边的，进家门就可以把外套脱掉，安全帽拿起来，然后就放在这里面。这边是个镜子，出门的时候你就还可以外貌 check 那种感觉，你懂吗？现在很流行的外貌 check， 大家有懂吗？哦，跟你们说，这台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，它里面有个除湿功能，就把门打开，就会整间房间帮你一起除湿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用再买一台除湿机。看这件衬衫，我再揉皱一点，在直播最后就把这件很皱的衬衫拿出来给大家做对比。哎，大家来看，我真的有让它很皱，超多功能。像你看，它可以快速烘干西装啊、羊毛针织、羽绒衣、冬季衣物、户外衣物、制服。皮革女用衬衫，我们就用这个。现在就按下去，这台很厉害的电子衣橱，今天领券再送2000虾币，再登入三星家电的官网，再送1000元的 Seven 礼券哦。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16kg 的洗脱烘滚筒式洗衣机。哎，我觉得这台超级方便，家里空间比较小的，你就是等于一台就是解决所有的烦恼。它是有智慧远控的功能，就是你可以跟你的手机连线，看它现在的洗衣状况啊、烘衣状况啊、潮洗净功能、脏了。需要清洁了，他会跟你说，你只需要按下一颗按钮，它就自动清洁哦。因为三星嘛，20年保固，有问题你都不用怕找不到人，这台真的很方便，而且洗脱烘哎，我目前看一下我自己的话，我因为我真的太懒了，我会选这台，预算比较没有那么多，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直立式洗衣机，洗衣机也是全黑的，跟刚刚电子衣橱一样，我觉得很有质感哎，给你看一下，它空间其实是很大，它有一个泡泡镜技术，它的泡泡分子会变得很小。清洁你衣服的时候就比较不伤你的衣服，我觉得这个超级棒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还很怕洗衣机一点是什么，就是很吵。这台很厉害，减震静音技术，而且因为三星是大品牌，它有20年保固，腰比较不好的或者年长者，我就比较推荐这个直立式洗衣机。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刚刚那个很皱的衣服状况是怎么样。哎，很厉害耶，15分钟，你看很不皱哎，因为刚刚我真的是毛起来揉，大家有看到吗？那时候真的是皱到不行，这真的有用哎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今天没抽到奖的，下礼拜三准时收看，答应我好吗？拜拜。